旧金山湾区，据说美国一半以上的精英人物都汇集于此。今天的功夫太极已经渗透并影响到美国精英阶层，即便不精通武术，也能通过这本太极专业杂志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感悟。你说 AOL 的一个总裁啊，他在这个商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，那他就说，我就是用太极的原理呢，常常在所有的那个商业的 negotiation 上面啊，然后人家都说我是一匹黑马，所以就好像用他的方式来，我没有做不成功事情的。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太极这东西是真的，你把它吸收到你的骨髓里头去的话呢，它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。的确，一旦吸收到中国武术的精髓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展示自己的魅力。